在上一集里呢，师父开示我们说人生苦短，所以我们要积极的修福培福。那怎么样修福培福呢？有哪些观念和行为可以帮助我们修福培福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师父您刚刚讲，就是您在上一集里面提到我们要修福培福，要积极的修福培福，我们怎么样的来修福培福？修福培福首先要惜福，如果没有惜福呢，不容易修福，不容易培福。所谓惜福啊，自己有的不要把它用光用尽，应该把自己本来是自己分内的东西啊，分享给他人，那就变成培福了。有的人呢，舍不得自己用，自己花，舍不得，到时为止，手揣挪一个，钱很多，都存在银行里头，或者是装在这个什么坛子里面埋在地下去，那这种就是守财奴，那不能培福啊。虽然惜福了，但是呢没办法培福。惜福的人，也就是自己有多少福报，不完全自己享受，而把自己剩余下来的东西啊，这福报呢，奉献给他其他的人分享的啊。那这个是就是啊最好的，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呀。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啊，我的家里很穷，今天不知道明天的粮食在哪里啊。可是呢，我们今天还有饭吃，米缸里头还有一些米，可是我们隔壁的邻居呀，家里太太他们今天就没东西吃。因此呢，我的母亲就告诉我们了，说我们今天少吃一点，我们还有，但是呢他们一点也没有，我们分一点给他们吧。所以明天我们看一看，我们想办法明天呢再去找。就这样子，本来只有够自己吃，如果想到明天的话根本自己不够吃，是，但是呢还是分给我们的邻居的太太去，他们家里也有孩子，是这样子。这个叫做惜福就能培福啊。那么如果说是啊，有的人认为啊，自己的福报应该自己享受，这个不自己享受，那正是这个划不来嘛。自己的赚得来的钱，或者是呢自己的祖上啊遗下来的财产，这是我们自己的嘛，为什么要给人呢？那不给人家去不是一个傻瓜吗？人家表示没有福，所以他没有东西嘛，我表示有福，所以我有东西嘛，我有东西应该是我自己享受，我不享受表示没有福了嘛。这种观念是完全是颠倒的。这个就是说他有福他自己享完了，享完了以后下边就是没有福，他没有培福，没有培福了。那因此呢培福的观念一定是先从惜福开始，然后才能够谈到说我们重福啊，自己再去增加我们的财富，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的所有的智能体能这个财力物力各方面呢来增加。增加以后，增加的目的当然我们会给人的时候自己一定会有一份的，是不可能呢所以我们给人的时候自己一点也没有的。所以师父认为，就是说培福很重要一个方法就是要利他，帮助他人，利益他人，是不是？是这样子。如果说是存了一个是利益他人的心，那这个一定会培福这个人为什么呢？他想到的就是怎么样子使得他人有利益，使得他人利益，可能自己把自己的财富或能力来利益他人，也可能不是，也可能呢是请教他人协助请教他人再去协助人，这也是是利他的行为。这因此呢利他的这种行为要比呢自己所有的东西拿出去给人家分享
那这个更进一步的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自己本来没有啊，可是呢我们劝勉其他的人来啊，帮助穷人或者是帮助啊病人或者是帮助呢需要帮助的人，那么这个本来自己没有的，但是呢因为劝勉他人帮忙一起去帮忙人的话呢，那变成了自己的也有一份功德，是劝勉的功德在里头了。是，可是有人说人都是人性是自私的，人不自私天诛地灭，那么利他跟自私是不是互相矛盾的，互相对立的？在当下马上来看的话的确是矛盾，因为利他自己就损失了，自己把自己东西给人了，可是呢把时间放远了，把范围啊扩大来看的话，这个利他比自私更有益于自己。为什么？很简单呢，我曾经有个比喻，我说我们自己在这个鱼缸里边，一个金鱼缸里边，我们自己也是一条鱼，那么金鱼缸里边另外还有其他的很多的鱼，那我们呢如果说不想到利他，只想到自私，那我们只想把人家的东西抢过来吃，然后呢我把大便呢尽量的改大便，结果呢其他的鱼本来没东西吃，那这其他的鱼会吃什么东西？大概就是吃我了。对是那自己还有自己改大便改了很多，那么其他的鱼也受殃啊，受灾害，那自己呢也受灾害，有些灾害，因为自己受害的自己是最多的，那如果说是我们奉献的话呢，就是人家吃的东西是应该给人，或者自己少吃一点给人家多吃一点，那这个情况啊就完全转变过来。是，所以长远来看，事实上利他就是最好的自利。是这样子。是，非常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您是不是也愿意在生活里面试试看利他？因为这样子呢事实上是最好的自利的方法。也欢迎您下一集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